早餐来吃肠粉。我爸说这是广州正宗肠粉。人好多啊，是这家吧？我以前吃的比你想的都好了。这好几道工序。他那不在这就给抓了一把粉一样，他一把抓的那啥。不是一把抓，他是先整了抓一把那些菜啊、大米啊，还是第二道程序？那我还是这个。啊？肠粉里边包了一什么东西？哇，你那个叫啥呀？我鸡蛋。我是瘦肉。瘦肉鸡蛋的。啊。乌鸡汤吗？啊。哇，这是。这么养生。他提醒乌鸡汤。肠粉太多了。这个叫啥？枸杞叶是吧？我会做这个，我经常买。枸杞叶跟瘦肉吗？啊。都看着很好。好，鸡蛋瘦肉肠粉。店店拉了。拉了好吃不？我的是包。太辣了。辣了。这都给你做太辣了。喝点汤啊。这个辣椒贼辣。放点糖吗？我以为包的口感好，它就是不是这样的。那潮汕肠粉是不是包的？它是一样的。潮汕肠粉就比较薄，尝尝人家的馄饨。啊，在广东早上能吃一份肠粉这个汤是吧？感觉挺好。对呀。再尝尝它这个云吞面，这馄饨应该都一样吧？不一样，味儿不一样。你尝尝，咱北边的不做这味儿。你知道这馄饨跟内地的馄饨有啥区别吗？这馄饨肉多，内地肉少。内地就一点点，啥？就是喝馄饨汤，喝馄饨皮儿。咱们那是喝馄饨，这是吃馄饨。嗯，肉真可多，大块。哎呀，我咋最喜欢广东的美食？这啥都好吃。原来广东的东西。就好吃。南方人真会养生，就是早餐都是五斤的。爸，其实我听说，然后其实真正营养还在肉里面，不是在汤。那不是这样，南方是把这肉完全的煮了一遍，已经没味儿了，营养都给煮出来了，喝汤滋补嘛。嗯，汤好喝，五鸡汤。他们这都是这一个罐给卤子汤搁着嘛。这一罐多少钱？10块。卖多了也不行啊，老百姓得消费得起啊。啊，这没有我想象中的好吃啊，这个挺普通的，这个口感，我以为就是那种爽滑什么什么的。各式各样的店，我带你这来这个，他只是说他这种做法，每个人你要吃，每一家的都不一样，每个人的口感都不一样。人家说众口难调就这样的。完美，走，给我把锅里撩出来。